专辑点击读诵国语版。破音字漏读，字音请自行对照文字档更正。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。禅宗专辑所收经典一览表9808，禅宗专辑点击读诵国语版。二论二，一大乘起信论，马明菩萨道。二，二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关门，菩提达摩智。二，三无心论，菩提达摩智。二，四观心论。二，五最上乘论，唐弘忍术。二，六大乘无生方便门。二，七大乘北宗论，唐慧光智。二，八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，唐大赵慧光智。大乘起信论，第马明菩萨造梁西印度三藏法师真谛义菩萨一发心后，远离切若，毕竟不为堕二乘地。若闻无量无边阿僧劫勤苦难行，乃得涅，亦不切若，以信之。一切法从本已来自涅故，解行发心者当知转胜，以是菩萨从出正信以来，于第一阿僧劫将欲满故，于真如法中深解现前所修离相，以知法性体无偏贪故，随顺修行檀波罗蜜，以知法性无染离五欲过故，随顺修行之波罗蜜，以知法性无苦离恼故，随顺修行忏提波罗蜜，以知法性无身心相离懈怠故，随顺修行提离耶波罗蜜，以知法性常定体无乱故，随顺修行禅波罗蜜，以知法性体明离无明故，随顺修行盘惹波罗蜜。正发心者从净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，正合境界所谓真如，以一转十说谓境界，而此正者无有境界，为真如智，名为法身，是菩萨于一念顷能至十方无余世界，供养诸佛，勤转法轮，唯为开导利益众生，不依文字或是抄得速成正觉，以为切若众生故，或说我于无量阿僧劫当成佛道，以为懈慢众生故，能至如是无数方便，不可思议。而时菩萨众性根等发心则等所正义等，无有超过之法，以一切菩萨皆经三阿僧劫故，但随众生世界不同，所见所闻根欲性异，故是所行亦有差别。又是菩萨发心相者有三种心微细之相，云何谓三？一者真心无分别故，二者方便心自然变形利益众生故，三者业识心微细体灭故。又是菩萨功德成满于色究竟处，是一切世间最高大身，为以一念相应会无明顿尽，明一切众智
自然而有不思议业，能现十方，利益众生。问曰：虚空无边故，世界无边，世界无边故，众生无边，众生无边故，心行差别亦复无边。如是境界，不可分歧，难知难解。若无明断，无有心想，云何能乐？明一切众智。答曰：一切境界本来一心，离于想念，以众生妄见境界，故心有分歧，以妄起想念，不称法性，故不能觉了。诸佛如来离于见想，无所不变，心真实故，即是诸法之性，自体显照一切妄法，有大智用，无量方便，随诸众生所应得解，皆能开示种种法义。是故得名一切众智。又问曰：若诸佛有自然业，能现一切处，利益众生者，一切众生若见其身，若睹神变，若闻其说，无不得利，云何世间多不能见？答曰：诸佛如来法身平等，遍一切处，无有作意故，而说自然。但依众生心现，众生心者，犹如于镜，镜若有垢，色相不现。如是，众生心若有垢，法身不现故，以说解释分，四说修行信心分。是中一为入正定众生，故说修行信心。何等信心？云何修行？略说，信心有四种。云何为四？一者信根本，所谓乐念真如法故；二者信佛有无量功德，常念亲近供养恭敬，发起善根，愿求一切智故；三者信法有大利益，常念修行诸波罗蜜故；四者信僧能正修行，自利利他，常乐亲近诸菩萨众，求学如实行故。修行有五门，能成此信。云何为五？一者师门，二者戒门，三者忍门，四者进门，五者止观门。云何修行师门？若见一切来求索者，所有财物随利施予，以自舍千贪，令彼欢喜。若见恶难恐怖威逼，随己贪任，施予无畏。若有众生来求法者，随己能解，方便为说，不应贪求名利恭敬，唯念自利利他，回向菩提故。云何修行戒门？所谓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，远离贪及欺诈谄曲秽邪见。若出家者，为折服烦恼故，亦应远离秽闹，常处寂静，修习少欲知足头陀等行，乃至小罪，心生怖畏，惭愧改悔，不得轻于如来所致境界，当护机贤，不令众生妄起过罪故。云何修行忍门？所谓应忍他人之恼，心不怀抱，亦当忍于力衰毁欲称讥苦乐等法故。云何修行进门？
所谓愚拙善事，心不懈退，立志坚强，远离怯弱。当念过去久远以来，虚受一切身心大苦，无有利益。是故，应勤修诸功德，自利利他，速离众苦。复四，若人虽修行信心，已从先世来，多有重罪恶业障故，为魔邪诸鬼之所恼乱，或为世间事物种种牵缠，或为病苦所恼，有如是等众多障碍。是故应当勇猛精勤，昼夜六时礼拜诸佛，诚心忏悔，劝请随喜回向菩提，常不修费，得免诸障，善根增长故。云何修行止观门？所言止者，为止一切境界相，随顺奢摩他观意故。所言观者，为分别因缘生灭相，随顺提波舍那观意故。云何随顺？以此二意渐渐修习，不相舍离，双现前故。若修持者，住于静处，端坐正义，不依气息，不依形色，不依于空，不依得水火风，乃至不依见闻觉知，一切诸相随念皆除，亦遣除相，以一切法本来无相，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，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。后以心除心，心若持散，即当摄来，住于正念。是正念者，当知唯心无外境界，既复此心亦无自相，念念不可得。若从坐起，去来禁止，有所失作，于一切时常念方便，随顺观察，久习纯熟，其心得住，以心住故，渐渐猛力，随顺得入真如三昧，身服烦恼，信心增长，速成不退，唯除疑惑不信诽谤重罪业障我慢懈怠，如是等人所不能入。复次，依如是三昧故，则知法界一相，为一切诸佛法身，与众生身平等无二，即名一行三昧。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，若人修行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，或有众生无善根力，则为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乱，若于座中现行恐怖，或现端正男女等相，当念唯心，境界则灭，终不为恼。或现天相菩萨相，亦作如来相，相好具足，或说陀罗尼，或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或说平等空无相无愿，无愿无心，无因无果，毕竟空寂是真灭。或令人知宿命过去之事，亦知未来之事，得他心智，便才无碍，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，又令使人数数喜，性无常准，或多慈爱，多睡多病，其心懈怠，或足起精进，后便修废，生于不信，多疑多虑，或
或舍本圣行，更修杂业。若的世事种种牵缠，亦能使人得诸三昧少分相似，皆是外道所得，非真三昧，或复令人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乃至七日，住于定中，得自然香美饮食，身心是悦，不饥不渴，使人爱的，或亦令人食无分歧，大多大少，颜色变异，以是异故。行者常应智慧观察，勿令此心堕于邪妄，当勤正念，不取不的，则能远离是诸业障。应知外道所有三昧，皆不离见爱我慢之心，贪的世间名利恭敬故。真如三昧者，不住见相，不住得相，乃至初定亦无懈慢，所有烦恼渐渐微薄。若诸凡夫不习此三昧法，得入如来众性，无有是处。以修世间诸禅三昧，多体味的，依于我见，细数三界，与外道共。若离散之事所护，则体外道坚固。复次，精勤专心修学此三昧者，现世当得十种利益。云何为十？一者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，二者不为诸魔恶鬼所能恐怖，三者不为九十五众外道鬼神之所惑乱，四者远离诽谤甚深之法，重罪业障渐渐微薄，五者灭一切疑诸恶绝观，六者于如来境界信德增长，七者远离忧悔，于生死中勇猛不懈，八者其心柔和，舍于慢，不为他人所恼，九者虽未得定，于一切时一切境界处，则能减损烦恼，不乐世间。十者若得三昧，不为外缘一切因生之所惊动。复次，若人为修于智，则心审眉，或起懈怠，不乐众善，远离大悲。是故修观，修习观者，当观一切世间有为之法，无得久停，须臾变坏，一切心情念念生灭，以是故苦。应观过去所念诸法，恍惚如梦。应观现在所念诸法，犹如电光。应观未来所念诸法，犹如余云忽而而起。应观世间一切有身，悉皆不净，种种秽污，无一可乐。如是当念一切众生，从无始至来，皆因无明所习故，令心生灭，已受一切身心大苦，现在即有无量逼迫，未来所苦亦无分歧，难舍难离，而不觉知。众生如是，甚未可悯。作此思维，即应勇猛，立大誓愿，愿令我心离分别故，遍于十方，修行一切诸善功德，尽其未来，以无量方便，救拨一切苦恼众生，令得灭第一意乐，以起如是愿故，
于一切时一切处，所有众善，随以贪能，不舍修学，心无懈怠，唯除作时，专念于止，若于一切，悉当观察，应作不应作，若行若住若卧若起，皆应止观具行。所谓虽念，诸法自性不生，而复即念，因缘和合，善恶之业，苦乐等报，不知不坏。虽念，因缘善恶业报，而亦即念，性不可得。若修持者，对治凡夫住的世间，能舍二乘切若之见；若修观者，对治二乘不起大悲狭劣心过，远离凡夫，不修善根。以此义故，是指观二门，共相助成，不相舍离。若只观不具，则无能入菩提之道。复次，众生初学是法，欲求正信，其心切若，以住于此娑婆世界，自谓不能常执诸佛，心诚供养，具谓信心难可成就。意欲退者，当知如来有胜方便，摄护信心，为以专意念佛因缘，随愿得生他方佛土，常见于佛，永离恶道。如修多罗说，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所修善根，回向愿求生彼世界，即得往生。常见佛故，终无有退。若观彼佛真如勤修习，必定得生。住正定故，以说修行信心分，次说劝修利益分。如是摩诃眼诸佛密藏，我已总说。若有众生欲于如来甚深境界得生正信，远离诽谤，入大乘道，当持此论，思量修习，究竟能至无上之道。若人闻是法已，不生怯弱，当知此人定少佛众，必为诸佛之所受记。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，令行十善，不如有人于一时请正思此法，过前功德，不可未遇。复次，若人受持此论，观察修行，若一日一夜，所有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得说。假令十方一切诸佛各于无量无边阿僧劫，叹其功德，亦不能尽。何以故？为法性功德无有尽故，此人功德亦复如是，无有边际。其有众生于此论中毁谤不信，所获罪报，经无量劫受大苦恼。是故众生但应养信，不应诽谤，以身自害，亦害他人，断绝一切三宝之众，以一切如来皆依此法得涅故，一切菩萨因之修行入佛智故。当知过去菩萨以依此法得成净信，现在菩萨今依此法
得成净信，未来菩萨，当依此法，得成净信。是故，众生应勤修学，诸佛甚深广大义，我今随分总持说，回此功德如法性，普利一切众生界。_ 道成起信论道，成起信论序言，周僧智凯作夫起信论者，乃是至极道成，甚深密典，开示如理缘起之意，其旨渊宏，寂而无香，其用广大宽阔无边，与凡圣为一，众法之本，以其文身直远，信者至微，故于如来灭后600余年，诸道乱兴，魔邪尽散，于佛正法毁谤不停，时有一高德沙门，名曰马明，身弃道成穷尽法性，大悲内容随机应现，领悟常迷故作思论，圣龙三宝众星佛日，起信为九回邪入正，使道成正典复显于时，缘起身理更彰于后代，迷群意见者舍执而归一，按类天庭之当，气得而真凑，自昔以来，九运西域，无传东下者，良以宣义有时，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迦陀国取经，并诸法师欲执三藏居兰南陀，一名真谛，其人少小薄态，被揽诸经，然于道成天洞深渊，使彼国王应急一欠，法师苦辞不免，便就州与瞿昙吉多侍从，并送苏和佛像来朝，而至未寻便执侯景侵扰，法师秀彩拥留，含诸未土会日暂停，而欲还犯，遂主持经义英贤会显至韶智凯谈镇会，与假黄岳大将军太保萧公伯以道梁成圣三年，遂赐癸酉9月10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，敬请法师敷衍道成阐扬密典，是道迷途，遂翻译思论一卷，以名论旨，玄文20卷，道品玄文4卷，12因缘经2卷，91章2卷，传与人天竺国月之首那等，执笔人智凯等，首尾2年方弃，马明冲至，更要于时，邪见之流浮从正化，于虽凯不见胜，庆欲玄旨，美其幽宗恋爱无益，不回无闻，聊由其迹，倘欲智者，赐垂改作。道成起信论马明菩萨造梁西印度三藏法师真谛，一归命尽十方，最胜业变之，色无碍自在，就是大悲者，即彼身体香，法性真如海，无量功德藏，如实修行等，为欲令众生除以舍业执，起道成正信，佛众不断故。论曰：有法能起摩诃眼信根，是故应说，说有五分，云何为五？一者因缘分，二者利益分，三者解释分，四者修行信心分，五者劝修利益分。
初说因缘分。问曰：有何因缘而造此论？答曰：是因缘有八种。云何谓八？一者因缘总相，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，得究竟乐，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。二者为欲解释如来根本之意，令诸众生正解不谬故。三者为令善根成熟众生，于摩诃严法堪忍不退信故。四者为令善根微少众生，修习信心故。五者为是方便消恶业障，善护其心，远离痴慢出邪罔故。六者为是修习止观，对治凡夫二乘心过故。七者为是专念方便，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。八者为是利益劝修行故。有如是等因缘，所以造论。问曰：修多罗中具有此法，何须众说？答曰：修多罗中虽有此法，以众生根性不等，受解缘别，所谓如来在世众生立根能说之人，色心业盛原因依眼异类等解，则不须论。若如来灭后，或有众生能以自立广闻而取解者，或有众生亦以自立少闻而多解者，或有众生无自心力因于广论而得解者，自有众生复以广论闻多未凡心乐总持少闻而摄多义能取解者，如是此论。为欲总摄如来广大身法无边义故，应说此论。以说因缘分，四说利益分。摩诃言者总说有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法，二者义。所言法者为众生心，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，依于此心显示摩诃演义。何以故？是心真如相，即是摩诃眼体故。是心生灭因缘相，能是摩诃眼自体相用故。所言义者则有三种。云何谓三？一者体道，为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。二者相道，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。三者用道，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，一切诸佛本所成故，一切菩萨皆成此法道如来得故。以说利益分，四说解释分。解释分有三种。云何谓三？一者显示正义，二者对治邪执，三者分别发去道相。显示正义者一一心法有二种门。云何为二？一者心真如门，二者心生灭门，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，此意云何？以是二门不相离故。心真如者即是依法皆道总相法门体，所谓心性不生不灭，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。若离妄念，则无一切境界之相。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
离言说相离，名字相离心缘相，毕竟平等，无有变异，不可破坏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以一切言说，假名无实，但随妄念，不可得故。言真如者，亦无有相，为言说之极，因言浅言，此真如体，无有可浅。以一切法悉皆真故，亦无可立。以一切法皆同如故，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，名为真如。问曰：若如是义者，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？答曰：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，虽念亦无能念可念，是名随顺。若离于念，名为得入。复次，真如者，一言说分别有二种义，云何为二？一者如实空，以能究竟显实故；二者如实不空，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。所言空者，从本以来一切然法不相应故，为离一切法差别之相，以无虚妄心念故。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，非无相，非非有相，非非无相，非有无俱相，非一相，非一相，非非一相，非非一相，非一亦俱相，乃至总说依一切众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，皆不相应，故说为空。若离妄心，实无可空故。所言不空者，以显法体空无妄故，即是真心常不变，净法满足，故名不空，亦无有相可取。以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，心生灭者，依如来藏故，有生灭心。所谓不生不灭，与生灭合合，非一非一，名为阿离耶识。此时有二种义，能摄一切法，生一切法，云何为二？一者觉意，二者不觉意。所言觉意者，为心体离念，离念相者，等虚空界，无所不变，法界一相，即是如来平等法身。依此法身，说明本觉。何以故？本觉意者，对始觉意说，以始觉者，即同本觉。始觉意者，依本觉故，而有不觉；依不觉故，说有始觉。又以觉心缘故，名究竟觉；不觉心缘故，非究竟觉。此意云何？如凡夫人，觉之前念起恶故，能止后念，令其不起，虽复名觉，即是不觉故。如二乘观智出发意菩萨等，觉于念意，念无异相，以舍出分别执着相故，名相四觉。如法身菩萨等，觉于念住，念无住相，以离分别出念相故，名随分觉。如菩萨得尽满足方便，一念相应，觉心出体，心无出相，以远离微细念故，
得见心性，心即常住，明究竟觉。是故修多罗说，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，则为向佛是故。又心起者，无有出相可知，而言之出相者，即为无念。是故一切众生不明为觉，已从本来念念相续，未曾离念，故说无始无明。若得无念者，则知心相生住意灭，以无念等故，而时无有始觉之意，以四相聚时而有，皆无自立，本来平等，同一觉故。复次，本觉虽然分别生二种相，与彼本觉不相舍离，云何为二？一者是镜相，二者不思议业相。是镜相者，为依法立习，如实修行，满足方便故，破合合实相，灭相去心相，显现法身，至纯净故。此意云何？以一切心识之相，皆是无明，无明之相，不离觉性，非可坏，非不可坏。如大海水，因风波动，水相风相，不相舍离，而水非动性。若风止灭，动相则灭，失性不坏故。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，因无明风动，心与无明俱无形相，不相舍离，而心非动性。若无明灭，相续则灭，智性不坏故。不思议业相者，以一智性能作一切圣妙境界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，常无断绝，随众生根自然相应，种种而见得利益故。复次，觉体相者有四种大义，与虚空等犹如镜镜，云何为四？一者如实空镜，远离一切心境界相，无法可现，非觉照义故。二者因其境为如实不空，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，不出不入，不失不坏，常住一心，以一切法及真实性故。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，智体不动，具足无漏众生故。三者法出离境为不空法，出烦恼爱智爱，离合合相，纯净明故。四者缘其境为依法出离故，遍照众生之心，令修善根，随念示现故。所言不觉意者，为不如实之真如法依故。不觉心起而有其念，念无自相，不离本觉，犹如迷人，一方故迷。若离于方，则无有迷，众生一耳，一觉故迷。若离觉性，则无不觉，已有不觉妄想心故。能知明义，未说真觉。若离不觉之心，则无真觉自相可说。复次，依不觉故，生三种相，与彼不觉相应不离，云何为三？一者无明业相，
以一不觉故心动，说明为业，觉则不动，动则犹苦，果不离因故，二者能见相，以一动故能见，不动则无见，三者境界相，以一能见故，境界妄现，离见则无境界，以有境界缘故，复生六种相。云何为六？一者是相，一于境界，心起分别，爱与不爱故；二者相续相，一于智故，生起苦乐，觉心起念，相应不断故；三者直取相，一于相续，缘念境界，住持苦乐，心起的故；四者即名字相，一于妄执，分别假名言相故；五者起业相，一于名字，寻名取的，造种种业故；六者业系苦相，以一业受果，不自在故。当知无名能生一切染法，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。复次，觉与不觉有二种相，云何为二？一者同相，二者异相。同相者，譬如种种瓦器，皆同微尘性相，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，皆同真如性相。是故修多罗中，依于此真如意故，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，菩提之法，非可修相，非可作相，毕竟无德，亦无色相可见，而有见色相者，为是随染业幻所作，非是至色不空之性，以至相无可见故。异相者，如种种瓦器，各个不同，如是无漏无明，随染幻差别，性染幻差别故。复次，生灭因缘者，所谓众生一心意意识转故，此意云何？以一阿离耶识，说有无明，不觉而起，能见能现能取境界，起念相续，故说为义。此义复有五种名，云何为五？一者名为业识，为无名力，不觉心动故；二者名为转识，一于动，心能见相故；三者名为现识，所谓能现一切境界，犹如明镜现于色相，现实一耳，随其五尘对峙即现，无有前后，以一切时任运而起，常在前故。四者名为智识，为分别染净法故；五者名为相续识，以念相应不断故，住持过去无量是等善恶之业，令不知故，复能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报，无差为故，能令现在已经知事忽然而念未来之事，不觉妄虑。是故三界虚伪，唯心所作，离心则无六尘境界，此意云何？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，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，心不见心，无相可得。当知世间一切境界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。是故一切法如镜中相，
无体可备，唯心虚妄，以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故。复次，言一使者，即此相续时，依诸凡夫取的转身，即我所，种种妄执，随是攀缘，分别六尘，名为意识，亦名分离时，又复说名分别事实。此时依见爱烦恼增长亦故，依无名习所起时者，非凡夫能知，亦非二乘智慧所觉。为依菩萨从初正信发心观察，若正法身得少分之，乃至菩萨究竟地，不能知尽，为佛穷了。何以故？是心从本以来，自性清净而有无明，为无明所染，有其染心，虽有染心，而常不变。是故，此亦为佛能知。所谓心性常无念故，名为不变，以不达依法界故。心不相应，忽然念起，名为无明。染心者有六种，云何为六？一者直相应染，一二乘解脱即信相应地，远离故；二者不断相应染，一信相应的修学方便，渐渐能摄得净心地，究竟离故。三者分别是相应然，依具界得见离，乃至无相方便地，究竟离故。四者现色不相应然，依色自在地，能离故。五者能见心不相应然，依心自在地，能离故。六者根本业不相应然，依菩萨心地得入如来地，能离故。不了依法界义者，从信相应地观察学断，入境心地随分得离，乃至如来地，能究竟离故。言相应义者，为心念法义依染净差别而知相缘相同故。不相应义者，为即心不觉常无别义不同之相缘相故。又染心义者，名为烦恼爱能障真如根本智故。无名义者，名为智爱能障世间自然业智故。此亦云何？以依染心能见能现妄取境界为平等性故，以一切法常净无有体相无明不觉妄与法为故，不能得随顺世间一切境界种种智故。复次，分别生灭相者有二种，云何为二？一者出与心相应故，二者细与心不相应故。又出中之出，凡夫境界出中之细及细中之出，菩萨境界细中之细是佛境界。此二种生灭依于无明习而有，所谓依因依缘，依因者不觉亦故，依缘者妄作境界亦故。若因灭则缘灭，因灭故不相应心灭，缘灭故相应心灭。问曰：若心灭者云何相续？若相续者云何说究竟灭？
答曰：所言灭者，唯心相灭，非心体灭。如风依水而有动相，若水灭者，则风相断绝，无所依止。以水不灭，风相相续，唯风灭故，动相随灭，非是水灭，无名义耳。依心体而动，若心体灭，则众生断绝，无所依止。以体不灭，心得相续，唯知灭故，心相随灭，非心智灭。复次，有四种法习义故，然法净法体不断绝，云何为四？一者净法，名为真如；二者一切染因，名为无明；三者妄心，名为业识；四者妄境界，所谓六尘。习义者，如世间衣服，实无余香。若人以香而习故，则有香气。此亦如是，真如净法，实无余染。但以无明而习故，则有染香。无明染法，实无净业。但以真如而习故，则有净用。云何习起染法不断？所谓以依真如法故，有余无明；以有无明染法因故，即习真如。以习故，则有妄心；以有妄心，即习无明。不了真如法故，不觉念起，现妄境界；以有妄境界染法缘故，即习妄心，令其念着，造种种业，受于一切身心等苦。此妄境界习义，则有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增长念习，二者增长取习。妄心习义，则有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业识根本习，能受阿罗汉辟支佛一切菩萨生灭苦故；二者增长分别是实习，能受凡夫业系苦故。无明习义，有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根本习，以能成就业识义故；二者所起见爱习，以能成就分别是实义故。云何习起净法不断？所谓已有真如法故，能习无明；以习因缘力故，则令妄心厌生死苦乐求灭。以此妄心有厌求因缘故，即习真如。自信己性，知心妄动，无前境界，修远离法，以如实知。无前境界故，种种方便，起随顺行，不取不念，乃至久远习力故。无明则灭，以无明灭故，心无有起，以无起故，境界随灭，以因缘俱灭故，心相接近，明得灭，成自然业。妄心习义，有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分别是实习，依诸凡夫二乘人等，厌生死苦，随力所能，以见去向无上道故。二者一习，为诸菩萨发心勇猛，速去灭故。真如习义有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自体相习，二者用习。自体相习者，从无始至来，具无漏法，
备有不思议业，作境界之性，依此而异，常习以有力故，能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灭，自信己身有真如法，发心修行。问曰：若如是义者，一切众生悉有真如，等皆习，云何有信无信，无量前后差别，皆应依实自知，有真如法，勤修方便，等入灭。答曰：真如本一，而有无量无边无明，从本以来，自性差别，厚薄不同，故过杀等上烦恼，依无明起差别。我见爱染烦恼，依无明起差别。如是一切烦恼，依于无明所起，前后无量差别，唯如来能知故。又诸佛法有因有缘，因缘具足，乃得成伴，如木中火性，是火正因，若无人知，不假方便，能自烧木，无有是处，众生一耳，虽有正因其之力，若不执欲诸佛菩萨善知识等，以之为缘，能自断烦恼入灭者，则无是处。若虽有外缘之力，而内净法未有习力者，亦不能究竟厌生死苦乐求灭。若因缘具足者，所谓自有习之力，又为诸佛菩萨等慈悲愿护故，能起厌苦之心，信有灭，修习善根，以修善根成熟故，则执诸佛菩萨是教利息，乃能进去向灭道。用习者，即是众生外缘之力。如是外缘有无量意，略说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差别缘，二者平等缘。差别缘者，此人依于诸佛菩萨等，从初发意只求道时，乃至得佛，于中若见若念，或为眷属，父母诸亲，或为给食，或为知友，或为冤家，或起四摄，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缘，以起大悲习之力，能令众生增长善根，若见若闻，得利益故。此缘有二种，云何为二？一者近缘，速得度故；二者远缘，久远得度故。是近远二缘，分别复有二种，云何为二？一者增长行缘，二者受道缘。平等缘者，一切诸佛菩萨皆愿度脱一切众生，自然习，常不舍，以同体智力故，随应见闻而现作业。所谓众生依于三昧，乃得平等见诸佛故。此体用习分别复有二种，云何为二？一者为相应，为凡夫二乘出发意菩萨等，以意意识习，依信力故，而能修行。